据英国媒体3月9日报道，三月初，印度北部喜马歇尔邦的一个小村庄遭雪崩袭击，当地一名村民在逃生过程中拍摄了一段视频，记录了山村被雪云吞没的场景。视频中，小山村被厚厚的积雪覆盖，一团巨大的白色粉末状雪云涌向村庄，那一瞬间仿佛厄运来临，人们濒临死亡，四处躲藏。目前在这场灾难中并无人员伤亡报道，幸运的是雪崩并未完全覆盖该村，这意味着一旦雪云过境，当地村民就可以从其避难处出来了。